大家好，我是陈维璇，今天要跟大家推荐的这首歌呢，也是来自我全是爱专辑里面的一首甜蜜歌曲，叫《两个人》。那这首歌在表达的是一个男生要用他一辈子去保护一段感情，无论大环境再不景气，男生应该承受起这样子的责任，更多的去爱另外一半，这样子也希望透过这首歌让所有的情侣们能够感受到幸福跟温暖。那这首歌的 MV 呢，很开心我找到了我的太太，他来演我这支 MV 的女主角。其实基本上我们也在过程里面并不是刻意的是设定我们是情侣，本来我们就是夫妻，所以我们在里面的互动啊，导演都希望我们是最自然，所以在拍摄的时候我们两个人就有很多很多的聊天，很多很多的对话，就有些时候聊一些生活里面的东西，大家在大笑，结果导演就有些时候会 take 这样子的画面，所以希望大家透过两个人这首歌也能够感受到这样的幸福。当初的两个人用真情互相完整，牵手的两个人让心灵满和风声，输的